OK， 好，大家晚安。晚安。欢迎大家来到铁花村。今天礼拜三，礼拜三的节目叫做唱作居家，聚在家里的居家。基本上，我们是鼓励所有来到铁花村的人，就是这个舞台不是只有所谓的歌手啊、歌王、歌后的，它也是一般朋友的舞台。那所以开了这个节目，这个节目从我们创村2010年的9月开始就有，一直到现在。那我是主持人大大，我是村干事。今天我也很久没主持了。我们的工作人员最近都在年纪，就应该说夏季，夏天的季椅。对，那也许比较一般人比较知道它可能叫做丰年祭，其实不是啊。我们的祭有很多的不同的名称，普遍的名称是小米收获祭。好，然后那我先介绍一下周遭的环境。好，这边是主舞台，今天我们在屋檐下，然后洗手间在你们的正后方，那右手边，你们的右手边，我左手边是吧台。今天就是点杯饮料就可以进来听歌，然后呢，我们有好店，今天有一些市集是轻松开，跟大家分享这个星期三美好的一个夜晚。好，我自己是卑南族人，然后。我们部落的祭仪是在7月22号，那这几天其实都已经开始了。现在大概海边都有很多像阿美族人，我们家村长现在也是去在海边，对，他是阿美族人。然后，我要唱一首我们自己部落的歌曲。这首歌，我们在记忆在舞蹈的过程中都会常常会唱。然后收获记忆是这样，就是过去是小米，现在主要是稻米，然后一起稻作收割。那我们会感谢祖先赐给我们这些东西，然后我们也希望是怎么说，就是。我们除了准备了新的米哦，要进仓，我们会煮新的米，然后跟组里面分享，这是今年新的米。然后呢，最好的会做种，就是要再播种的米。再来就是我们吃的米，对，多的才是余粮会酿酒，过去都是这样。然后我们会感谢老天赐予我们这一年的丰收。那我们除了会祭祀以外，那当然也会用歌舞去同庆。哦，那延伸到后来，就是现在生活也比较好，物质也比较稳定，然后就很多衍生出很多像青年朋友的各个不同部落的一些青年会的聚集，这样。好，那我唱一首我们部落的歌。Yeah.
节奏的歌，这我们会在，我们会在部落，我们的活自己的部落的传统的一个活动中，我们会叫巴拉罐，是巴拉罐，是巴拉古万，这是卑南族的用词。那每一个台湾有现在有16族，其实不止16族，每一个族群对这样称呼可能有相近，可能会不同，像周遭有人叫阿拉罐。可是也有人会叫斯比阿美族，那族群对这样的称呼不太相同，不尽相同。好，那。